实在就是 SUM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永兴好车的阿景店长。那我今天跟大家介绍的是2011年的 Mini Cooper， 那这台车是 1.6， 那自然进气，16气门，水泥灰，然后它的鱼眼头灯 HID。那这台车它备有的啊，就是像它的卡梦的造型尾翼，然后它的狂暴声浪的尾翼管，非常的好听。来，我们试一下。那这是我们这台车 mini 的原厂主机，它是免钥匙启动，然后这是它的定速，非常方便。那里程数这周跑85000公里哦。那这台车有透过我们的夜视认证，就表示这台车是原版件，一颗螺丝都没有拆，全车的防伪条码都还在。那这台车的话，它新车价是130万这个等级，那我们永兴的售价是52.8万的网络优惠价。那如果有喜欢这台车的话，都欢迎上我们的 SUM 官网搜寻我们的永兴好车。有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也麻烦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哦，谢谢大家。实在就是 SUM。